所以考生在讲翻 Minecraft bus， 然之后呢个系啊斋巴士嘅地图啊，你而家企喺嘅地船度，就要拍咩咧？就拍 Mix 去铜锣湾威飞路度啦。咁因为铜锣湾打唔到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就净系打威飞路度啦。收费4.7，我哋而家开车啦。系讲得好快。我哋去到第一个站就系西市街啦，就系 Mix 去威飞路度啦，收费4.7嘅。要去咧就應該有18X 啦、88X 啦同埋904嘅。咁呢度要轉彎咧就有 5B 同埋 5X 得啦。下一個站就係地核士街呢度 ，5X 威飛路度。好啦，我哋有飛路站灣公園啦，唔都一樣噶啦，佢冇變到嘅有收費，所以我就係講個站名嘅咋。而家開始我就係講個站名嘅咋，因為一樣嘅其實，我喺個西長街，冇乜特別嘅其實。過年陳街，皇后大道西啊，可以落車俾大家睇。睇下嘅，喂，山道啊，跟住就要住入去啦，西水可以住入去嘅，西水特快嘅，一个特快嘅，同五 B 有咩唔同咧？唔知喎、啊。哦，呢个就系嘉安街啊，嘉安街啊，跟住就有唔同啦，有所不同啦，但系其实好快之后又合翻埋啦，系。今日因為我太多片未拍，所以我依家要一次過拍曬佢。咦？開得？咁我哋咧就要轉入去啦。呢個就係 A12 啦 ，A12 啦，因為兩個 A12 都係最入去嘅 ，5X 啦，大概係咁多，直行有 5B， 係呢個就係水街，跟住呢個就要轉彎啦，係啦，呢個就要轉彎 ，5X 佢就直喺呢度直行去西長街嘅翻機地城個方向。這個站應該要停的，好，剛才這個站就是中山紀念公園，是啊，會發了呆這樣，但是現在忘記了，跟那次慢的，因為拎得很重，好了，我們自己飛過去算了，地呢只架車先，好啦，然之後我哋飛過去，喺呢度咁樣行，係要下一次車路嘅，點知要下一次啊？都就係國際金融中心二期，然之後喺路直穿翻出嚟，都就郵政總局啊，跟住我哋再行翻出嚟，呢個係大會堂啊，跟住我哋就上啊，就穿翻出嚟金鐘站咯喎，金鐘站嚟噶咯呢度。又同 5B 合翻埋咯喎，即係其實我呢個特快係冇乜用嘅，其實。哇！前面好叻喎！哎，撞咗喎！係好叻，其實呢度。咁底下嗰條咧，相信大家都應該知噶啦，係中環灣仔腰道嚟噶。而家穿埋出嚟，我就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就係路壓度，
度就係屎超域度 ，sorry。之後就係道路自道，之後我哋就直行，行得好快嘅。之後就嚟崇光白火啊！之後就咁樣行，咁樣行，再咁樣行，然之後喺度轉軌直行。嚟到呢度就係維多利亞公園。下面咧就係啲石貨架嗰啲咁樣，跟住就喺度轉入去啦。興發街，你喺度咧？哎，轉唔到噶啦！哎，咁要諗個另外一個方法喎。有咩點樣先可以令到佢唔轉咧？只可以咁樣，如果唔係就變咗咁啦。不過算啦，橫掂一七零我都唔係咁快拍嘅。唔係喎，咁我點轉彎啊？維少話，係我諗到啦，咁樣喺度直行，然之後喺度轉翻過嚟。好，我實測一次先，喺度前面停啊嘛。我哋就喺呢度轉翻過嚟，係啦，唯有咁樣做啦。我哋嚟威飛路到威士公站啦。好啦，今集拍住咁多，先咗嘅咧 ，and subscribe。我想睇埋 Mix 翻去回程啦，同埋其他不同種類嘅巴士影片啦，仲要訂住同埋 follow 我 channel。